区的管理员已经证实了这个问题，看到那个穿防护服的那个警察跟保安一起来了，已经。走，你看，这天天啊，你看，你是得什么眼干有文化热？哎呦，这是文化热，晓得不？差不多了吧？还能又推出去？高烧39度4天，然后在我们医院看发热门诊，那一刻开药没有药，下来退卡发脾气。你看摘下口罩咳嗽呢，故意对着里面咳嗽。哇。